我在切緊菜花。上个星期真的有史以来最忙的一个母亲节，智利政府大放水，家庭补助金、工人补助金以及提取第三次养老金的钱都全部到账。智利做中餐的华人这两个星期都忙着备货收割一波。我隔离借啲芽菜，隔离老板娘借芽菜。华人批发区今天都解封了，批发区的老板都忙着收割第二波了。老板娘，来借啲芽菜啊！好唔好？而家日日都需要备货。阿姨啲人嚟啊！可以啊。唔该啊，几钱啊？唔使啊。啊唔使啊，我过两日还翻俾你啦咁。唔使啊。拜拜，唔该啊！随住智利逐步解封，响智利嘅所有华人都忙住收割。而家智利回国只有走发行，机票要7-8千美金，定50,000人民币啊！而家割割埋，到时俾晒俾航空公司。加4-5个人嘅话，一部奥迪 Q3 就冇咗啦。